的巧克力来了。巧克力。没有谢谢，你没有谢谢，好开心。面对面包。就好了，那鞋子什么？走啊，不然我要上厕所。那人家借厕所不行借啊？在里面呢、啊。这边还有手册、啊，谢。没关系，走吧。特殊的个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这边有一张黑白的照片，它上面呢所显示就是来自于非洲的一对姐妹。他们这个部落呢，因为常年的近亲通婚导致。调和一些比较化学的气味，甚至呢在商品的内侧加上一层内里，这样我们就不易摸出说它的背面呢到底是布料的本身还是皮料的一个触感了。好了，那我们摸完了这四块天然皮革，蟾蜍皮不是，蛇皮不是，鸵鸟不是，羚羊不是，斑牛皮，真理。小牛皮不一样的地方是，小牛皮是已经出生的小牛身上的皮。鞋的皮是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因为它没有的代工生产线，他们在早期啊，外销到全世界的一个总是外销量哦，占全球总制鞋产量有80%之多，所以我们很有可能脚上穿的一些知名品牌都是来自于台湾。跟自己做个合照。第二种呢，可以把它两个袋子啊背在身上，像背包一样把它背起来，感觉都还蛮特别，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啊。好，看到了家的工艺的材料呢，称作是 EVA 的发泡素材。这样的材料我们常出现在夹脚拖鞋或是布匹鞋上面。那我们在购买这一类产品时，最好是指明重量的承受度跟耐撞击度去做一个测试。当这些鞋款呢通过检验符合标准，我们就会代表经济部核发给这项产品一个 MIT 的微笑标示，代表说它通过了科技鞋 MIT 的。所以就直接使用党徽的配色，形成一个蓝色跟白色的搭配，也变成现在蓝白拖的一个主要鞋款搭配颜色了。那工况鞋很像日本忍者在穿的鞋子，纺织品不是，哎，包包，真厉害，就是我们的包袋类啦。好了，鞋类、包袋类，还有一类也是我们这边所检验的，袜子不是，它是纺织。以后买绑鞋带给你穿好不好？你要不要买一双绑鞋带？我已经有一双管子了。真的？在玩什么？你知道怎么？你听太远。